桃机群聚感染又增加四名确诊案例，其中一人是第二航厦的女保全 ，CT 值 28.1， 工作范围是二航厦管制区外负责巡逻，因为身体不舒服自行就医。而另外三人则是六号卫生局安排社区采检采出的阳性个案，与案17239歌友会的足迹有多日重叠，分别是58岁计程车司机，一名是59岁女性，有流鼻血症状，最后是同住的58岁家人 ，CT 值38.1。消息一出，指挥官王必胜紧急前往桃园机场坐镇指挥。谁是感染源？打个大问号。如今感染数又增加，回头和其他清洁员比对，发现并没有搭同班交通车，反而是职场上有交叠。按17238，平时在行李转盘处的厕所打扫，跟按17307曾经被分配到同个洗手间清洁，而办公区厕所清洁工按17239，还有按17308，两个人曾经相处45分钟，一起教育训练。至于按17309，工作场域属于流动性职员。交通车的一个群聚作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关切的点，不过近来再多了这几位，然后相关的职场跟交通车的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接触，所以在目前这情况又更复杂了。随着扩大检测又出现新个案，要找出关联性不容易，毕竟这12人中按17230、按17238以及按17239还有按17240防疫计程车司机，这四个人确定感染大魔王 Omicron。传播力强的变异株需要精准框列和疫调，不能让疫情持续延烧蔓延社区。 TVBS 综合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